能拍啊！阿姨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家人们，中午好。阿姨莫现在在姑姑家，知道吧？然后哥哥他们也要过来过火把节了，家人们，我哥哥他们今天也要来了，知道吧？来我姑姑家过火把节，他们这边就那种。阿姨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叔叔、阿哥、姐们，你们都吃完饭了吗？都吃完饭了没有？是不是昨天说的假话？说的是假话。什么？我昨天说的是假话，我昨天又没直播，你有病吧？真是服了。阿姨，中午好，吃中午饭了吗？是，妈，家人们马上要吃了，马上要吃了啊，马上就吃了，家人们。我表姐还在化妆。阿姨，你回老家了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阿姨们回老家了。是写个那啥子不？反正都让拜拜。我跟到多少年都好结束了，我多少年了，你觉得是不是呢？快说是写的个那么火。欢迎啊，家人们，欢迎欢迎。是写的个我那么好看哟，反正我喜欢那么好些些。我的眼睛变成双眼皮了，三眼皮了，家人们，哎呀妈的眼睛！阿伟太冲动了，不知道啊，家人们，我不清楚呀，我没昨天阿姨莫没看他们直播，知道吧？阿姨莫没有看他们直播，然后阿姨莫是很懵逼的状态，家人们，阿姨莫是那种懵逼的状态，因为阿姨莫不知道，知道吧？所以，然后我今天就来给你们直播，因为我不清楚嘛，是不是？阿姨莫不清楚，家人们，这些事情我不清楚的，其实我也不想那个啥掺和，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他们能解释好就能那个啥，对不对？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，是不是有些东西呢？对吧？我说再多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而且猛东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也不需要知道，我也没必要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想知道。我现在我回来过火把节了，我好好的过个火把节，然后回公司上班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说对吧？咱也不要听别人说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咱不要听别人说，有些东西自己清楚就好，不要听别人说什么，耳听为实，眼见为实，是不是？眼见为实，是不是？来啊，直播间500多个人了，叔叔挨个钱嘛，咱分享一下直播间上升人气啊。小东是个城市的孩子，不知道了啊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也不想清楚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唐唐从来不说别人的事儿，他说不说别人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火把节是什么时候？就现在过火把节。一会儿我就可以给你们看，现在都已经火把广场里面都有已经很多人了，是不是表姐？是的，很多人。很多人，老多人了，叔叔阿姨老热闹。一会儿我就带你们去看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阿姨们一会儿带你们去看啊，叔叔阿姨们吃完饭了就带你们去看，你回家了是？还是说你是阿伟的徒弟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不是。阿姨莫不是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说不是就是不是，知道吧？又。欢迎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直播间要600多个人了，叔叔阿哥姐们分享一波直播间啊！咱们家那些大哥大姐都还没有来，家人们，你们没点粉丝灯牌的，点一下粉丝灯牌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谢谢大家了啊！感谢大家，你画的看，什么我画的看？阿姨，别人说什么就说不知道，对呀，我也那个啥，是不是？没必要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掺和，掺和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都扯到你头上来，人家就会。一老百姓也态度不实在，哎呀，这个我就不清楚，哎呀，不要说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那没有心眼的话，他能当上老板吗？你跟我说一下，那每个人都有心眼，难道你没有心眼吗？对不对？都是有心眼的，只是说。有些他能表现出来，有些他不能表现出来而已，是不是？你们说对吧？我说不是就是不是呀，管好你们家主播啊，别来我周间啊。
过火把节，老家人。俺们在上包啊。老开心了，叔叔阿姨姐们，过火把节了。你在装？对呀、啊，我装不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装就装了，怎么了？你能装吗？节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阿姨是个好孩子，很真实，谢谢啊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啊。你们那边分牛肉没有啊？没有。谢谢送出瓶酒啊，谢谢。还去一总公司吗？去呀、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等那个过火把节我就回去了，过火把节阿姨就回去了，家人们。阿姨咋不回去过火把节？回去了，家人们，现在姑姑家呢。我现在姑姑家，家人们，因为哥哥，我哥哥他们也要过来了，我爸爸他们也要过来了，因为来这里过火把节了，因为就是那种像鬼。阿姨性格开朗，谢谢夸奖了，夸奖了，也没有吧，其实也没有吧。感谢欢迎我的干妈王姐，欢迎王姐。上车土豆是吧？对，必须去一总公司串去才开心。土豆啊，土豆没有，家人们，土豆没有。阿姨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干妈下午好，干爹干妈们下午好。你们都吃完饭了吗？你们要按时吃饭哦，家人们。阿姨早点回家生子，早点回家。你是黑粉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知道吧？中午吃饭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一会儿就吃了，然后出去玩，给你们看一下那边是，那边现在有多么的热闹，家人们。阿姨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家人们。下午好，是啥的？粉扑。没有。啊？不是，快说了。啊。现在老老实实做事情，那必须的嘛，是不是？吃完了吗？吃完了是吧？你们吃完了是吧？吃完了就好。然后现在天气热，家人们，多，天气现在变热了，然后老是出汗。赶紧事处理好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家人们。没事的，家人们，会过去的啊，不用担心我。化妆太难看了。那是你不会那个啥吗？我自己觉得好看就行啊。支持我的叔叔阿姨都没有这样子说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叔叔阿姨姐妹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就只有你在这里巴拉巴拉的说，就只有有些人，就像他的，你喜欢谁你就去看谁的直播间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来我直播间里面哔哩巴拉一天到晚的说那么多。我说的是咋的？哎呀，现在没有合适的，现在没有结婚。他们不是认识的。他们咋？现在不是结婚的季节。阿姨长漂亮了，谢谢。没有吧？其实没有。没有，好看就行。你跟我说，行了。过年了。你上学跑到了，是不是我的？是真的，是什么的？妹妹回老家了吗？那群嘟嘟的。嗯，对，妹妹回老家了。我的板车。怎么你的脸看不到正常？我的脸不是整的，我可不像别人一样整鼻子、整酒窝、整耳朵。妈是啊，左文笨。那至少我的脸也是那个啥。阿英其实挺漂亮的，有气势，谢谢。谢谢我的干爹干妈们夸奖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家人们，爱莫爱你们家人，你就是爱莫的家人，我直接把你们放在心上。阿姨在哪里？
回家了，一毛回老家了，家人们，明天明天过我火把节就回家了，家人们，回直接回老家。农庄对，因为过火把节了，每个人都漂漂亮亮的，每个人都打扮的打扮的漂漂亮亮的。按着水，自己点滴了水，那个那水，那不是汽水。阿姨越来越自信了，谢谢我，谢谢我干妈、我姐啊，谢谢夸奖了，没有，好看，没有，其实太不好看，家人，你到谁的家里呀、啊？我姑姑家。不在。为了钱，谁都是你干爹干妈。什么你的多？那个光了没了？两个人闹得不愉快，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？不是那么喽，上次走把人家不是激动的。不是和好了吗，家人们？不是和好了吗？闺女长得好看，谢谢。谢谢家人们，你们觉得阿姨莫戴这个好看吗？家人们，阿姨莫戴这个好看吗？家人们，戴这个好看还是戴这个好看？戴哪一个好看？家人们，好看是吧？你们看。这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这个更好看一点，更简单，更朴素。小的说了这些话，不知道啊，不清楚哎，这个。这个阿姨们是不知道的，家人们。我感觉不是很好看啊，是不是？感觉这个更好看，你看。这个美女一个，我不是美女，家人们叫我阿姨莫就行，叫阿姨莫就行了，家人们。你们的民族好看，其实也没有。你们的民族服装好看，哎呀，挺好看的吧？你们想，这个好看吗，家人们？这个好看吗？白色的。你今晚在什么地方举行火把节？我在普格，阿姨莫在普格啊，举行火把节。学姐的爷爷，阿姨，我送我的粉丝灯牌给你，你照顾好的，好的，拜托你了，好的，好的啊，我会的，我会的，家人们，阿姨们会的，来是帅哥姐们，阿姨们给你看，这个好看，还是白色的好看，这个挺朴素的啊，这个挺简单，看到没有，这是简单的，所以我喜欢这个，知道吧？谢谢狂素是粉丝灯牌，家人们没加粉丝灯牌的点一下粉丝灯牌。白色的好看是吧？白色的是挺好看的，但是这个更朴素、更简单、更那个啥。欢迎高铁一大阿姨，欢迎阿姨吃饭了吗？马上就吃了，家人们。昨天我姑姑请我们吃烧烤，哇塞，那个吃了好多，然后今天就有点肚子有点胀胀的。你买的真的带上，买不了真的，家人们，阿姨莫也没有那个实力，知道吧？阿姨莫也没有那个实力。不管你西夜，不要到那里去，别人那里，我不会去别人那里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吧。你们没给阿姨莫粉丝灯牌的，家人们点一下粉丝灯牌。过完火把节还去上班吗？会呀，会回去上班呀。你们没给 M 点关注的也可以给 M 点个关注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外面老多人了，你们相信吗？老多人。然后我先下播了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再跟你们说一下， M 是很安全的，家人们啊，拜拜。M 是很安全，一会儿再给你们播。